欢迎回到，任务报告我已经看过了，你们的疑惑在梦境回顾中会得到解答。现在请闭上眼睛，这里很安全，别担心那些声响，秘密已经为你们选定了数字。我的发卡，救命！好浓的雾，我们要小心，有声音，背后，快躲开！这是我们上次去过的废弃洋馆。回收成功了，小心！猜猜是什么数字？哼，这个圆体有点意思，它在喂光。浓了，之前回收的厄运预告，那就再回收一次。绝对不能输，伯格。原地，我偏不！发生了什么？眼睛！欢迎回到迷雾小镇，世间的弃儿们，继续找寻不存在的出路吧！